上一期我们终于做了拖更已久的小鸟耳机，小鸟 Track Air 加 Testway 主观综合评分6分，有1235位网友参与投票，给出平均分5.5分。看来在大家心目中，这耳机暂时还不是你们心中的菜呢。而索尼降噪豆爬出1677.6块，回血98.7%，暂列啪啪回血榜第19位。小鸟 Track Air 加爬出1398元，回血82.3%，暂列啪啪回血榜第57位。吕后期终于上大学了，配音君给他准备了一台笔记本和神秘的礼物。啊，实习咋了？你爸就给你买了这个玩意儿？还不如我的小米笔记本了啊！他说好的给我买一台电脑的呢，哼！嗯，这是啥？嗨，亲爱的女儿，你还好吗？爸比很想你哦。嘿，电脑有收到吗？那可是爸比的心肝宝贝，陪伴了爸比一路走来，风风雨雨，希望他能够在你那里继续发光发热哦。哦，还有，在快递盒子里有爸比用私房钱给你买的礼物，黑科技哦。哎，你妈来了，嗯，先不写了。同学们，今天是你们进入大一新生的第一天，为了培养你们和世界交流的基础技能，特举办 Testway University 2019届大一新生打字竞赛。大家好好准备啊，告辞。什么呀，打字比赛？对呀，别的专业都是整唱歌跳舞。